一传到位，反轮给到四号位的安娜，这个球被拦住了。那其实第一局啊，好，一传面对双人拦网，直接拔高点之后直接把球推过来，机会再次来到山东这边，打后二了，这个后二点真高。瓦尔加斯的后三打手出界了，球发的不错，瓦尔加斯的腰线啊还是打得很有力。发前区，回手线被撑起了，这个球传过网了，争一下球，啊，这个球应该是击球点没有过网，给了瓦尔加斯，又是这一条腰线，瓦尔加斯直线，这个球给瓦尔加斯的速度拉得比较快，再次给了瓦尔加斯，这次来打中线，还是给到瓦尔加斯，这一次选择打腰线，机会看一下怎么组织，给到瓦尔加斯打手，机会又来了，给到瓦尔加斯二号位强攻，打手出界上，这个球给瓦尔加斯立得很舒服，高度也合适，这个球直接防过网，转移到后二，瓦尔加斯的二直线传的稍微有点矮，反击给瓦尔加斯，中线力度很大，拉布德基耶娃的卡位是卡到了，瓦尔加斯的直线，孟子轩一传的时候啊，卸力卸的还是比较，还是给到瓦尔加斯，单手调球之后被防起了，还是瓦尔加斯点真高啊，直接打手尖，球蹦得非常远，瓦尔加斯的二直线不接一传，